相信大概没多久前，大家才看完嘉伟在柏林为大家试驾的全新大改款的 Volkswagen 体逛。哦，那因为原厂有压一点时间啊，其实我试车是很久以前就试了，但是压到最近才曝光。但是很快的时间，总代理引进了这辆车，而且举办了媒体公办的试车。我们分配到的车辆呢是280 TSI 的 Comfortline 的版本。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些关于销售层面的部分啊。首先，消费者要上门去试车，要听好哦，你要在8月20号之后，你才会看到实车，甚至还有试乘车。正式上市的时间是在9月8号。正式可以挂牌的时间会在9月底，因为这台车目前还在跑认证，所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你顶多只能去展示间看实车还有试乘，你要让它可以挂牌上路还有一阵子。好了，在售价编程的部分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重点啊。其实Volkswagen原厂这次刻意释出了善意，所以它的价钱分布呢很有竞争力。首先在最入门的280 TSI Trailer 的版本，它的售价是111.8万。我们今天试驾的等级是280 TSI 的 Comfortline， 它的售价是122.8万。另外还有一个330 TSI 的 Highline 版本，144.8万。400 TDI 的 Highline， 150.8万。以及最后一个版本400 TDI 的 R-Line， R-Line 就是外观多的空力套件，而且轮圈尺寸在放大，它的售价是最贵的，156.8万。所以它总共分为五个级距。那因为这台车我们还刚刚做完新车试驾，所以我们今天呢很简单，拿着我手上这个原厂的标配和选配表来为大家做一个购车分析。如果你对这台车非常有兴趣，其实我对它都很有兴趣，因为它的整体的表现呢会让你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尤其你付的钱和你得到的东西，我认为 CP 值很高。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做一下全新大改款 Volkswagen 体逛的购车分析。那今天因为是购车分析啊，所以介绍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啊。首先我们来介绍它的外形，就以我们这个外观的表格来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备，你就买哪一个等级的体逛。那最入门的版本就是280 TSI 的 Trailer， 它的外观的主要配备，第一个17寸的轮圈，第二个光感自闭头灯，第三个 LED 的尾灯，第四个电动收折的后视镜，包含了储物功能，第五个雨滴感应式雨刷，以及第六个车顶的行李架，不过它是黑色的。除了这些以外，其他都没有，这些是标准配备。第二个等级的部分变得轮圈升级到18寸，而且它多了四压续跑胎，所以只有最入门的版本没有四压续跑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消费者很在意，就是头灯，头灯的部分就变成 LED 的，全 LED 的头灯，而且远近光都是 LED 的。所以体逛只有最入门的版本没有 LED， 其他全车系都是 LED 的头灯，而且远近光都是，还包含了保杆附近的前雾灯，也是最入门没有，其他几个等级都是标准配备。那我刚刚强调就是电动收折的后视镜，包含了储物功能，只有最入门的版本没有记忆功能之外，其他几个版本你在调整驾驶坐姿的时候，它有记忆装置，就会多了记忆的功能，包含了后视镜的角度。然后车顶上方的行李架呢，除了最入门是黑色的，其他几个等级都是像你今天影片所看到的银色的行李架。第三个规格330 TSI Highline， 这个版本轮圈升级到19寸，而且多了 LED 的极限日间行车灯，比较入门的两个版本没有日间行车灯，第三个等级开始日间行车灯都是标准配备了。再来就是400 TDI， 400 TDI 的部分呢，它的配备和330 TSI Highline 是一模一样的，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 R-Line 的部分， 400 TDI 的 R-Line 呢又多了车身的空力套件，大家可以分为就是前大灯、轮圈的尺寸、车顶行李架的颜色以及前雾灯来分辨彼此间的差异，就看你去拿捏，看你要哪一个配备，哪一个等级。在行李架中间的全景天窗，我想还是有人很喜欢全景天窗啊。只有最入门的版本没有办法选配全景天窗，其他几个等级都可以选配，但是选配的价格全部都还没有出来，要等到9月8号之后记者发表会公布之后才会知道。
接着我们来介绍它的机械结构的部分啊。我们先打开引擎盖，它就有压顶盖，也有隔热棉，这个都没有被拔掉。在引擎规格的部分呢，大致上分为三个引擎动力。第一个就是排气量 1395cc， 就是传统 1.4 TSI 了， 280 TSI 的四缸引擎，它是唯一目前具备了两缸休止功能了。我们有拍影片，其实它在高速公路或是市区，如果说你不需要很大的动力的时候呢，它会达到两缸休止，可以达到一点省油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个就排气量 2.0， 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 2.0 TSI 引擎，它的最大马力180匹，那 1.4 的部分是150匹，扭力的表现 1.4 的部分有 25.5 公斤米。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变速箱啊， 1.4 的两个版本它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双离合器，其他三个比较高规格的版本搭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器。在悬吊系统的部分，前麦花臣加防倾杆，后轮的部分是独立的四连杆后轴加防倾杆。另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就是轮胎。轮胎的尺寸呢，从17到19，最入门版本是17寸。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等级呢，它是18寸。其他比较高的三个规格，它搭配的轮圈是19寸，但是胎面不一样啊。最贵的版本，它的轮胎尺寸是25/45R19，另外两个版本是235/50R19，都是19寸的。刹车系统都是四轮碟刹。在机械规格的安全配备上呢 ，ABS、EBD、BAS 就是刹车力道分配，还有 EDL 电子防滑差速器、ASR、ESP 循迹系统，全部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那因为行李箱容积啊，全车系都是一样啊，它在倒平的时候可以达到1655公升，没有倒平的情况下是615公升。那因为我们海外试驾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所以就不再介绍，也不再丈量膝部空间了。我们直接讲到它内装配备，因为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很在意的。在内装配备的部分呢，被动安全全部都一样，都是6G气囊，主动安全循迹系统包含了3合1的刹车，全部都是标准配备。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体况它大概分为两大项啊， 1.4 TSI 和 2.0 TSI 加上 2.0 TDI， 用这个来做区分。 1.4 TSI 因为它都是前轮驱动，所以它少了车辆的动态模式。动态模式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是 Full Motion 的一个智慧型的四轮驱动系统，它可以切换成雪地、一般道路、越野，还有个人化模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动态模式，又分为节能、一般、运动，还有个人化。因为只有四轮驱动的版本才有这样的模式可以做设定，前轮驱动的 1.4 TSI 就没有这样的配备，所以在排挡杆旁边就少了一些按钮，多了一些空白键。接着我们来发动引擎，最入门的版本没有 Keyless， 其他几个版本都是标准配备。在 T 字造型上有一个8寸的萤幕，这个是全车系的标配，而且它可以透过 USB 的连接跟你的手机做镜像的输出哦。像我是苹果的手机 iPhone 的，你只要插上之后呢，萤幕就会变成一个镜像输出，你就不用选配导航了，这边就有地图。只要插上 USB， 它直接就设定你的 4G 的讯号会直接分享到这个主机上。你可以做很多包含了其他的 APP 的功能的一些设定，只要需要上网的 APP 都可以透过手机的讯号给它，让这个萤幕变得功能性会更好。当然这个萤幕还包含了其他基本的，像 Volkswagen 应该常有的，像车辆的设定啊，车辆的电子配备的设定啊，还有收音机啊，还有多媒体的播放，在这个主机上面当然都还是具备的。然后在音响主机下方这边有一排按键，左右两侧是电热椅，以前一些空调的按键，加上下方是单区的恒温空调。三区的恒温空调很简单，只要搭配四轮传动系统的车型都有，所以包含了 2.0 TSI、 2.0 TDI 都有三区的恒温空调，一般版本就是单区，但是后面都有冷气出风口。座椅的部分除了 Trainer 的部分没有皮椅，其他几个等级全部皮椅都是标准配备，这个和上一代有些差异。我记得以前的体况好像每一个等级几乎都是传统的绒布椅，好像后期才开始有搭配皮椅来做促销和贩售。驾驶座有电动调整，包含了电动腰靠，它是12项的电动调整，而且旁边有3组的记忆装置，只要有记忆装置，它就可以跟后视镜做联动了。然后在上方，它是一些置物盒的空间，并没有全景天窗，全景天窗全车系都要做选配，入门的版本没办法选配。变速箱搭配的也不一样，入门的两个 1.4 TSI 搭配的是6速的双离合器，上面写的很清楚 ，DSG 变速箱，其他几个版本
高规的，统一搭配都是七速的双离合器，然后旁边有电子手刹车，还有 Auto Hold， 右边有停车熄火的功能，还有驻车雷达。另外，你打到倒档的时候，在屏幕上面会显示倒车 CCD。它有几个项目是全车系要选配的，包含了十支音响喇叭的知名品牌的音响，包含了扩大机也是全车系要选配的。另外一个部分就全景式天窗，还有抬头显示器。以及自动停车360度的摄影系统，这些都是全车系都要选配，并没有标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等到全新大改款的 Volkswagen T-Golf 来到台湾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台湾的道路上了，再一次做它的新车试驾。那我先分享一下，就是它整个行车的过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轮胎啊，像现在我们是定速100公里行驶，转速大概2000转，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轮胎的噪音。我前两天试驾米其林 PS4 的时候有讲过，就是你可以去闪一下，去走它黑黑的地方。高速公路每一条道路上都有一些黑色的，就是柏油比较多、沥青比较多的地方，但是我走到这些地方还是吵。这个轮胎的滚动的摩擦的声音，第二个经过坑洞或是分隔线那个反光石的共鸣声稍微大了一点，就算我现在把胎压降到正常，我们刚刚出发的时候其实前后都是300的 kPa， 那太高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刹车，它的刹车的线性处理得非常好。有些 SUV 啊，你踩轻一点不够，踩重一点整个成员身体往前倾的比例会很高，但是提光它的整个刹车的线性你很好去掌控，油门和刹车这两个踏板只要好控制，你驾驭起来就很轻松，而且你驾驭起来的自信心就会提高。那在高速公路行驶，我们在变换车道也好，或是你在转动方向盘呢，其实和我在欧洲试驾是一样的，只是差在轮胎。那轮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选，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进口车同一批的车啊，并不是每一台车轮胎配的都是同一个品牌。这个轮胎我觉得它滚动稍微吵了一点。我刚刚分析了很多它的购车分析，加上消费的资讯，以及未来消费者展示间去赏车的时间点，我建议大家可以试看看。反正今天是民俗月的第一天嘛，很多老人家会比较忌讳，这个时候比较不会去买车。那正好过了民俗月之后，体况也可以开始交车了，而且展示间都有试乘车可以试乘的。1.4 的动力对于一般代步来说绝对是够用。那对于油耗的表现呢？因为 1.4 它是唯一搭配两缸休止的，好像我们现在是在林口坡的下坡。你很明显看到仪表板中间会显示二气缸模式，这个时候就会达到很省油。那如果是在一般的高速公路，你定速巡航100公里平路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也会出现两缸模式。那你会发现两缸和四缸在切换的过程中，它的瞬间油耗表就是耗油量啊，它会从1公升可以跑25，甚至破25。然后你四缸一启动之后呢，油门稍微踩重一点，它又到了大概11到13左右。以省油性来说，如果说今天你的代步是希望安全，希望整个车体的扎实程度很好，以及配备不含糊啊，那说到配备呢，你可以倒回去看一下我刚刚讲的购车分析啊。其实我认为 CP 值比较高的消费者现在选择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试驾这一台，而是330的那一台啊，也是一样是汽油引擎。那当然还有柴油，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试柴油，但是比较可惜一点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柴油，200多匹，好像220还240匹的2.0 TDI 柴油，台湾并不会引进的。那具引擎要是来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话题。那这台车来了，它的价钱很有竞争力，很有优势。建议大家，如果你最近有要买 SUV， 可以去试试看这台车。最近 SUV 市场非常热闹，从之前的一些韩系车啦，加上一些日系车的 SUV 一直不断的上市。那我想，提光的上市会给这个集聚的消费者以及这个集聚的车型带来一点震撼。它的价钱、它的 CP 值以及它车辆整体硬体带给消费者的感觉，是在同集聚里面，不管是日系甚至国产 SUV 里面找不到的。那在油门的踩踏，虽然它在过程中很限制，可是大家要注意一个，就是未来去试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它两缸休止，加上它是涡轮增压引擎，所以它一定会有一点 turbo lag。如果这个时候你碰到两缸休止，然后又涡轮增压在负压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个超车的动作，油门稍微踩深一点的时候 ，turbo lag 加上两缸休止启动，所以你等待的时机会稍微长一点点。这个和你一般我们正常油门踩了车就走的那种感觉会有点不一样。这个是一个。第二个部分避震器，
我之前在柏林试车的时候试的是 2.0 TDI， 它多了一个动态模式，不管是四轮传动的模式或是行车模式，它和我们今天试驾的前轮驱动完全不一样。第一个，车身配重不同，前轮240 kPa 没有问题，可后轮我们现在降到220 kPa， 感觉还是有点弹跳，而且它在处理坑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第二次的余震，加上一个共鸣声，我想这共鸣声可能会来自于轮胎，所以车身配重的不同，因为四轮驱动和全轮驱动的关系，所以同样是一台提冠，开起来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很多人会说，我为了要省油，我要买全轮驱动。如果这两台车的底盘真的就像我讲的这样，就是前轮驱动的提冠，它的后面感觉悬吊太空了，而且感觉有点弹跳，四轮传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加上行车模式可以做切换，我是建议大家多花点钱买四轮传动的版本，不管是汽油或柴油，因为它整个开起来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机械结构的差异也许你感觉不出来，尤其在市区的差异会特别明显，高速公路平坦路面定速行驶的时候，这个差异反而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可是如果换到市区，尤其是路面比较不平的市区，我相信在台湾很容易找到这样的路面，你就会感受到就是前轮是很扎实的弹跳，可是后轮是有点晃而且有点空的这种弹跳，那我认为应该是车身配重加上行车模式，因为两轮传动的提冠它并没有行车模式可以做切换。